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光头神童。那我们现在位于的位置在我们的阿里山国家公园风景区。在阿里山呢、啊，第一个就是气候，它的温度大概落在16度到20度之间，所以对于我们在练习长距离耐力的时候，我们的水分脱水率相对的第一个会下降的非常多，那我们就可以比较有更多的体能，然后去完成我们的长距离。在第二个，现在的海拔呢是在2000多，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透过我们的Garmin的手表功能，我们就可以看到现在海拔位于2000多。那在这2000多当中，我们就是所谓的高地训练。那高地训练的话，可以透过这样子缺氧的一个状况，然后逐渐适应，增加我们的红血球的一个生成。如果你只是上来一两天是没有什么效的，如果建议的话，至少要上来4到6周以上。对，那当然如果你上来5天6天还是会有一点效果啊，但是这个效果就比较低一点点。那大家如果对于耐力性运动，然后想要自我突破的话，然后尤其在夏天很闷热的情况下，我就非常建议大家可以来这种阿里山这种高地训练，或者是到光雾离山也都是不错的选择。我们很久没一起跑步了、欸、对啊，很久了，真的蛮久的。我现在退化太多了，以年单位有年为单位，对对对。好，我现在跑回来了，8.2公里，心率还算 OK 啊，14多，觉得小腿跟臀部有点酸，因为这边都上上下下的，不太习惯。还有刚刚有询问老邓，他说他刚上来的时候也有这种状况。哎，不过其实现在跑的感觉比我们那一年去日本还是好很多。那年记得，你还记得我第一周去是这样，第二周随便这样。对啊，你还记得吗？你是想帮妈妈？第一周跑不完，第二周直接变3分多速在跑。人家想说，靠，你这什么鬼？那之前我记得有一次在学校练车，也是第一周你先跟那个自己慢跑，第二周跟我们一起慢跑，第三周强度在我们前面。啊，所以说你的恢复真的是。其实我那时候看我跑到3分半，我真的有吓到，就上一半就不上一半，对吧、啊？因为它有上下坡，我真的有吓到。而且其实我是在很稳定的状况下跑的，就是那种我身体可以控制动作，虽然会喘啊，是其实有到阈值的感觉，但是就是没有超过阈值爆掉的感觉。嗨，还有一点余力这样。跑完啦，8公里而已啊。一定很多啊，所以其实我这几天跑步我会特别看，如果是明天我不想跑，下午就休息。然后准备那种时间啊，我可能礼拜四早跑强度，可能下午就休息，或是慢跑时间，就不会这样变长，因为这样子好像忽然就下来，因为有点喘，然后因为他没有跑这种上下坡，小腿有点酸，然后晚上要放松一下，跑起来因为氧气不够，所以你会感觉到肌肉啊，它没有办法完全到4次公斤协议啊，那你就会觉得特别累。因为我们在运动的时候，85%都是血液在肌肉，但是因为现在氧气量不足，所以跟平路的感觉会有点不太一样。那接下来就是肌肉一下，那很快上来4天，其实很快就结束了。我要跟你跑10到12了。好、啊
昨天啊，昨天因为我在这边这样子，我就跑一跑，觉得很爽，就哎，然后老师就说，他说你知道，跑顶峰也是，就是因为太久没有过这种很纯粹跑者的生活，所以心中的这种压抑感很释放，昨天就很喜悦很爽，终于可以上山了。上次那次叶龙还没上来那一次，跑顶峰真的没跑。就是等路一直叫，然后每一台车他都打招呼。所以其实我现在跑起来比以前稳很多。嗯，你只要不受伤什么都好。不受伤，当然就超蛋了。你看，我还是老邓昨天跑太快，我跟腱紧，今天跑起来跟美女跑跟腱就不会紧啊，所以更臭人了。臭人吗？因为我们受伤后其实有些关节角度，然后你单靠重训其实有点做不出来跑步要的那种专项性的肌肉使用。像我几次去跑那个上坡，其实就隔天啊反而跑起来比较顺，因为你关节角度肌肉会用了嘛，隔天就比较顺。然后就过一个礼拜没有跑上坡，哎，他又忘记了。所以我觉得要变成是有点周期性的去跑，他可能肌肉记忆会比较好一点。那我们今天主要是一个调整日啊，周三通常都是我们所谓的小周末，那等一下我们就是会，因为我还要上课，学生很认真跟着上来。下午可能一样就是做像刚刚这样子慢跑，然后做一点上肢的一些核心。那明天的话我们要跑这种配速跑，那强度会比较高一点点。哇，那太阳真的很棒。OK， 风雨无阻，风雨无阻啊，没有，我们这边选手没有在休息的啦，都风雨无阻。对啊，厉害，加油加油。那今天是第二天，我觉得今天早上适应的蛮好的。OK， 好了，那我们就下午见了，拜拜。拜。拜拜哟。好，三、二、够，一、二、三，来够，一、二、三，够，一、二、三。对。谢谢，有进步了。刚刚大雨过后，现在跑到下坡，打算去上坡。啊，来亲近一下大自然。早上来应该很累，今天十点都可以睡了。一部分是缺氧，主要是因为这边气温比较低，对，你的那个副交感神经会比较，就是有在那个作用嘛。对啊，那你天气冷，副交感神经它作用会比较大，所以你会就觉得身体比较放松，比较想睡。大家这可以直接走完，直接去吃那个饭。今天来到那个巨木，好爽。今天课表配速跑10到12公里，那就是跟着大家一起练的。那配速就看大家跑多快，就尽量跟。因为我们上山第三天嘛，对啊，明天就要下山，快闪！对，
五公里。他们本来说跑三到五十到三四十，从头到尾看三一到三四，负荷太大。如果三五零还可以跑，对吧？在这边跑三四零，三下可能就已经跑三三零了。而且我们才刚上山，还没适应呢、啊，加油狗，明天再跟着练间歇好了。你们通常要花多久时间适应？至少要一到两周啊。而且我本来高地适应就比较差，我通常都要花两周。现在那边很喘，所以我觉得我怕会练到过头。哦。再跑下去会有过头感。我觉得这个强度有点大，因为太久没上，其实真的蛮累的。因为不能操之过急啊，就是距离小比较好，不要硬撑。在还没有适应的情况下，其实是很缺氧的在跑这个强度。我觉得我可以跑完八公里，但是我会倒在那边，我就是基本上没有力在走路。训练不是要练到你完全没有力气，而是练到你的阈值就好了，练到刚好就好，这样你才有办法迎接下一次的训练。我们讲出来像我三四天是体验，体验身体在缺氧的感觉跑步。很嗨，很嗨，好久没有这样，很久没有这样跟大家这样跑了，还在灰机当中，哎，还需要一点时间，好，这里快死了，哎，你们后面应该要三分半吧？站起来，哎，我今天出去就觉得不对，下坡了，今天带有点冷，啊，超累，超累，今天榨干了，比上周快。今天均速341啊，回来的话加到335左右，柔软。我回来到底是下坡还是上坡，已经搞不清楚了。其实都有下有上了，但是回来的下坡是比较多一点。哦，去跑个五公里，我觉得哦不行了。我看你是突然就怎么就掉了？没有啦，我其实还可以跑，只是我想说算了，这样够了。哦啊、我还上第三天了，你要超死我。所以我后来就四分半就自己慢跑回来了。跑完了八公里，但是一定会跑到那种阴掉那种。好，我们今天到阿里山最后一天了，那等一下去做一个长距离。那天气有点冷，有点想睡觉。今天跑什么长距离？12到16公里这样子，就是跑到那个从90跑到九八，然后再折返回来。那跑不完就你懂的。都喊你跑回来了，因为没有车跑。对啊，啊，最后一天训练还可以吧？还可以啊，都有练到啊，该练的都有练到。那其实主要还是就是上山来调整一下心态，然后改变一下训练环境，对啊，因为在这种地方训练，以夏天来讲还是真的比较舒适，比较会有让人维持的动机啊。对啊，对，差不多要起跑了。8公里了。
缺氧很严重。高地训练真的很喘，好事但是我喘得跟牛一样。大家上来记得多来几天啊，来四天不够啊，还没适应就要下山了，很喘，今天比较累一点，因为还是带有昨天的疲劳，昨天还是有做一个强度。如果是以今天四分速的状况来跑的话，那当然今天应该会，昨天的这种状况用四分速跑应该会很轻松。回家了。阿里山真的很棒的地方，大家记得如果有机会来阿里山玩啊，九一，然后这边从九一可以这样子跑到九二，可以这样做这种一千间歇，然后因为它每个路程都有100、100、100，所以你也可以依照你的里程，然后做的训练，然后去规划你的训练，因为它都有100、100的标示，我觉得这次还蛮方便的。OK， 好啦，我们阿里山的旅程结束啦，伴手礼我就不拍啦。OK， 喜欢我们的影片记得点阅、订阅、加分享，拜拜。